欸 ,Comment, 丁丁 ,Taylor, 天使二耶稣雷雨安娜。欸欸我设定跑掉就都。欸为什么他掉不下去哦我的设定。哦有人有人。哎，群夫万难苦，你哎，你开导安娜，你给我打安娜，哟西。其实九点多就看完了。今日は時間を守っていますわね。想去买浓汤喝，你这样就之前欸我之前有看到一个等一下 我找一下。之前好像有人丢一个类似。是梗图吧就是他说要看完天气之子才会懂的梗图。ウォースパイト様私の心配をしなくても大丈夫ですか？指揮官に助けてもらわなくても。このフォーミダブル、自分で海に入って泳げますから。我看一下。哦，看起来好像有有两个有点牵强了，其他大概都是有剧情上面的。有两个啊，一个是就是人跟那个，我觉得还好哎。先輩，水着姿でも優雅で輝かしいですわ。这个真的还蛮神的。私もできますけど。好看啊！天机之子输了中央山脉，很强哎。可是我觉得怎么讲？这东西，哎呀，有金的，不有彩的，难得做到一个彩的。这东西其实你，我觉得你还是要它其实很多彩蛋。我觉得我当下我第，因为有些细节还要重新看才知道。可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看到有蛮多彩蛋。这个彩蛋是你是怎么讲？你是粉丝。才懂的，因为他整个系列作都有一个串那个贯通啦，他整个系列作，因为这个怎么讲，新海诚这个人这个导演，他最会运用那个时间的那个概念，时间轴的概念，时空距离这种距离概念来做一个故事，欸，狼藉庵啊，莫庵啊。所以我觉得他在这方面时间轴上面的安排，我觉得很厉害。其实看到那个彩蛋，你就会知道哦，现在是什么时间，当下发生的事情。因为老实说啦，就如果你没有看过了，你进去看，然后你会发现，虽然说都是一些架空世界，不过你进去看，你会觉得很。第一次初学者，我觉得很容易被他的那个时空背景给搞糊涂了，因为他其实会跳来跳去的，像你的名字那时候也是跳来跳去，跳来跳去的，你会搞不清楚现在到底在演哪一出。奇怪，我那时候买票的时候没有人欸，可是后来进场的时候发现后面三排都有坐人。东宝要推星海宇宙也是啦，而且我觉得他的世界观有在变大，其实也没有说变大，他最初第一个作品星之声就已经是拉在宇宙规模的等级了，然后宇宙规模等级之后回来到那个云之彼端就回到地球上，然后一个算是也是一个架空的地方，然后什么描述啦，
然后什么盐业之庭，其实都是在城市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安娜先把演习打一打，然后来看一下，自己去看，我跟同事去看啊。女生我觉得比较少会喜欢看的、欸。你是早上没去看哦，早上就应该比较少人吧。我是觉得还蛮感动的啦，我觉得每次他都会让人家感动啊，尤其是你知道那些彩蛋的那个出现一些彩蛋的时候，你会勾起你那个前面的故事。维修，看一下维修。不输你的名字，对啊，我觉得不会输诶。限界に。可畏 P， 他可畏现在那个 P 站的那个，就是剖图率跟搜。检索率都是很高的，好像进前三名的吧，好像会看到、啊，夸张的多，才短短几天，他上礼拜四开始建造的，虽然说前面已经有介绍了啦，前面九月九号就已经有介绍出来，然后到十一号正式上线，然后这短短的，好算一个礼拜时间，他点阅率已经超多的。就是本来是有在 follow 的人，跟后来跟风的人，一窝蜂都全部都在画那个可畏。看一下啊，这礼拜也要维修啊。维修内容是微醉的艳夜。九月九号，九月十九到十月三号，所以是两个礼拜。这有任务啊，这个是会，这个任务是干嘛的？九月十九到二十五，六天，每天开放，然后之后可以一次解完。看起来好像哦，建造两次，这有建造两次。嗯，然后还有秋叶原的合作啊。之前是有那个吹雪嘛，然后现在有三层，有两个，那也是每天开放的任务。吹雪的任务每天开放是要消费金钱，最多累积消费到五万。你第一天消费完五万也没有用啊，他会到，反正你到最后一天累积有消费五万就好。而且他也不是说二十五号之前啊，他到十月十号以前。双十国庆节你有消费五万就好了，所以你可以两个礼拜喷到五万，两个礼拜应该可以喷五万吧，两个礼拜赚五万，喷五万应该很快，光是 每天建造就有了。然后三成的是消费燃料数，燃料应该很快啦，这下有在捞点，应该一定会到八千的。剩下的这个还有那个、欸、登录道具、欸、登录家具，秋叶原的家具应该之前那个之前吹雪加现在新的吧，对啊，头里灯甲齐度安啊，玉涵安啊，新的衣服祥鹤赖尔兔滴欧根的 U47 的北宅一吹德意志西雅图西利贝法浪巴尔罗恩几乎都上去了、啊，没有最佳新的
这些都会是限定期间贩卖，然后去年的会打折贩卖，去年就可以再买了。大凤啊，有的没有的。哎，叶夏安啊，到十月九号，就十月十号，所以十月十号就是要维修吧？十月十号礼拜四吗？真的，十月十号是礼拜四，礼拜四要维修，十月十号放假，那十一号是不是要补上班啊？然后还有妇科贩卖，这妇科贩卖现在没有 po， 应该到时候公那个推特那边会发吧。看起来这妇科贩卖会蛮多的，去年入版的时候有放一坨拉库，很多，正月的也有，然后圣诞节的也有，然后万圣节的好像也有吧，我忘记我那张图忘记丢到哪里去，反正就一大堆妇科贩卖，就是各种节日的啦。如果你有遗憾的话，到时候也会可以买得到。新衣装的初戒，你可以换初戒那个祥和 Live 2D 啊。如果你还犹豫到底那个 Live 2D 到底好不好看，你可以去租戒两天。然后这个租戒有效期限是到哦那个票啦，那个票到11月14号。欸，我记得我好像还有吧。他那个不知道有没有改过，就是之前本来这也没有写，欸，哇，我都买了就不能租借了，因为你要借的当下你才会看到这个好像这个票使用的期限吧，因为现在外面看不到这个票的那个可以留存到多久，之前好像要点下去才可以看你还有剩几天。哇，外面一堆可味耶。哇，现在就在赚年终，然后也有福袋啊，两周年福袋，会有就现在卖的啊，然后2019的钻石20个方块，然后50的觉醒，这个好像卖3600日币的样子吧，3600日币，然后你算那个衣服的钱，其实就差不多了。衣服的钱，你最便宜的应该有780吧，所以你再把780加上去，其实就2800钻，然后再加20个方块，大概就600钻了，所以是3400块，总共3400。赚的东西卖你3600，也实际上快1:1了，跟那个打两倍赚是差不多的概念。然后只是说你那福袋也是有几率抽到高单价，我刚刚算是算780是最低单价，如果你抽到 Live 2D 那种1180的，那就爆赚了。这些金皮的应该都很贵吧，金皮了不起都要880吧。然后罗恩那些浪巴应该也是880，最贵应该就是 Live 2D 吧，1180，7%欸，7%跟抽一个金皮差不多。那如果你有抽到重复的话，你就会变成那个一样的那个钻石。通常啦，这个你如果要买很多人，你可以去抽啦，如果你没有要买很多的，你去抽，万一抽到你不要，就会很烦了。里面我唯一不太想要的就是提尔比兹吧，
铁鼻子我不想要，其他我抽到都可以。然后又有新的声优，这些都是新传欸，伯明翰。然后这个是登录，就是这礼拜的啊 ，Stanley， 今天这礼拜今天吧，贝奇的。然后这是上次的大凤，苏塞克斯的那个泳装吧。伯明翰的脚踏车，雷佩安啊，然后他说这一次的那个重巡炮是什么啊 ？SDK 啊，调整 ，Pipa 要调整 SDK 啊。这个有问题的，就是我昨天说的啊，就是加三加四的状态，他的那个数值很有 bug。所以他这礼拜要去维修这个东西，然后他说最大强化的那个数值会上方修正这个其实刚看的时候还可以，还蛮想期待说他到底会调到哪里去的，结果好像美服那边已经先做调整了吧，美国那边已经有先调整了，所以我刚刚有看有人丢美服的那个数值出来，好像从42×8变43×8，这就只上升一啦。可是就面板来说，因为它是八颗子弹就是上升八威力，可是一个子弹只多增加一威力而已。看起来不是很大幅度的上升，我不知道这个是特别去修的，还是我不知道，这到时候等他死装再看吧。其他的就是剩下的、啊，现在的活动还会继续进行，然后2周年开跑了。8秒，什么八秒？不管有没有抽到祥鹤都会买，祥鹤一定都会买吧。西配也要改 SD 这个东西是为什么？为什么会突然说要改 SD？ 他原本的不好吗？原本也是那个生气气的版本啊。事到如今他为什么还要改？啊？こんなこともうまくできないなんて、あんたバカ？ちょっと私によこしなさいっての。是因为侵权吗？眼睛不一样嘛，眼睛也是一样的、啊，到底哪里不一样？衣服？难不成要改造？不会啊，他这礼拜不会改造啊，这礼拜是死鱼改造啊，不可能连续改两次吧。なるほど、これが姉妹の力ね。戦闘よ。所以这一拜更新就是2周年的 skin 嘛，主要是以2周年的 skin 啊，然后加一些周边的小活动。欸、他没有说改造、欸。对啊，思雨他没有说写改造、欸。
新します。所以改造这礼拜不会有哎、欸。这个底下是一样的啊，9月11号的活动，他这边都没有写改造哎、欸，哎、欸，这也没有写那个啊，没有写、那个叫什么祈愿啊。10月26号，你怎么知道26号？他有说吗？真的、喔，公布的时候有写26号。26号又是在下一个礼拜。哦，所以祈愿那时候应该也是在下一个礼拜会时装吧。常驻跟改造，对啊，那就是雪峰，对啊，那他没说错啊，9月底。常驻那个雪峰跟大峰，那26号其实 也算是9月底了啦，9月末了。神风送的，真的假的？我真的没有仔细看诶、欸。哟西，哎，不如梦安啊！我只看到有改造，就跳起来了。改造26号，然后常驻也是26号。June Bright？ 活动是打到下礼拜，觉得也是26号。哦，所以整个刚好一个结束，然后直接接那个常驻祈愿，所以那叫谁啊？阿福应该也是那时候会一起进来吧，信介安啊。阿福的那个任务十天，那个任务好像要做十天吧。恥ずかしがらなくてよくなるよね。ここなら行ける。哎、欸，红心安啊！不是，我现在在找那个当初二周年的情报。阿福只有一个。哎，没有写啊。石玉有写啊，石玉有写9月26时装，可是大凤我看没有看到啊。大凤跟雪峰我都没看到有写26号。这个，对啊，这个特别的也没有啊，他没有写日期，所以那时候就在猜常驻跟这个特选到底会不会绑在一起。他是好心的话，就直接丢到特选里面，因为理论上他算是就可是他算是应该算是常驻里面才对。这个解释权还是在官方手上，因为他理论上他不是近一个月出的人物，可是他进常驻池根本就还不满一个月，所以在特选祈愿建造上面好像就不会出现他了。最上我觉得他算是怎么讲，分散风险吧，也不算分散风险啦，就是
有这种感觉啊！如果你一次就把所有人都丢进去的话，就是你会头铁的成分会比较大嘛？如果你是缺那几只的话，可是你也是有机会歪啦。所以他就是拆分开来卖，然后呢，你就是得分开来造，然后你每次就是为了单调那一只，所以你造的成本可能就会比较多，因为你在比如说你好现在丢雪峰跟大峰，然后你把它造出来之后，最后再丢了最上他们进来，那你还是要去造最上他们。可是最上应该是丢在大型吧，它不会丢在小型或是特型啊。最上是大型，所以他们都是小型、大型跟特型，其实三个词理论上不相干呐、啊。只是说他有个毛病，可能就是觉得哦，你连续开三个词让人家抽的感觉。戦艦出雲とは私のことだ。新旧 skin， 对吧、啊？还有副科的。最上，对啊，最上其实也是个矛盾点嘞、欸，它到底是算小型还是算大型啊？它改造变重型啊，它重型的出现点在大型那边，可是它没改之前是轻型，轻型应该要放在小型才对啊。所以理论上，它的前身应该是要先放在小型才对。小型抽出来改造变重型，那是别人的事情，对啊，应该要放小型才对。所以如果哦，那你现在知道他的那个伎俩啦。他一样是小型，他先丢给你雪峰，你为了雪峰抽爆了。然后呢，后面再丢三威最上到小型，你为了三威最上要抽爆，再抽爆一次小型，然后再抽三最上三力的过程中，搞不好你又会抽到雪峰，因为你只会抽小型的话，就是这个重复的那个几率是有的。如果你是真的想要抽雪峰，那你是不是要等到最上雪峰都进池之后再抽？这样期望值会比较高，因为你可以同时可以抽到三威最上雪峰，有三个点啊。不过这也难说啦，因为就算三个洞开三个洞给你去抽，就然后你要抽最上三威，最上三威两个是紫皮，那两个紫皮肯定又不好抽啊。你说不会抽到重复的雪峰？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你还是为了对啊，如果你是丢三个洞给你，你还是很有机会抽到重复的人。这跟丢前丢后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三威是累积的、啊，我的第三炮已经捞完了，昨天捞完了。然后对啊，你这样子理论上如果都是独立几率的话，不应该说谁丢前谁丢后，反正你都是要抽啊，就是会抽到重复，只是说丢雪峰的时候你不会抽到那个三威最上。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当他丢三威最上的时候，你再一起抽雪峰，因为很有机会，就是你三个都可以各抽一只出来，非常低的几率。你在不重复的情况下，三个各抽一只出来，就跟现在丢那个一样啊，像他丢那个剑道池一样啊。他丢了三个 SSR 出来，假设三个 SSR 你都要剑，那你有很低很低的几率，三个都各剑一只出来，然后光荣毕业。很少很少的几率，可是大部分的人，大家都会重复，
重复到这三，因为都是 pick up， 没办法，可能就一定会抽到有重复的人，极少数，因为真的说要毕业啦，你要在少量的投资里面，然后取得毕业，就是各刚好各间一直出来。当你有重复的话，你就知道丢很多下去了，对吧、啊？连这个 pick up 都有这样子的现象。那如果在没有 pick up 的选项里面，而且他们又是纸皮的话，你很难说你不重复，然后要刚好这三只都出来。所以这已经没有说谁丢前谁丢后的问题了，真的就是运气了。只是说理论，他讲要丢要造的情况看来啦，三只都缺的下去，你看你拿到其中一只的几率当然比较高，那后面会不会重复就是看个人的运气了。也是有啊，一定会有人各一只刚好都出来啊。那比较惨的就是疯狂出现重复的，然后死都见不到，比如说疯狂出三威就死都不会出罪伤，这也不是不可能。我的方块，我这一次也丢了很多啊，210兆等于220几个方块。然后现在又是那个建造时期，不是建造，科研时期啦。科研时期在做图纸的时候，方块累积真的会很慢。下半年就是图纸船弄完之后，方块累积就会比较快，那你不用花方块在做图纸。我现在如果没有遇到好的那个研发的话，我都是花那个方块，三个方块。就是有彩图必做嘛。就是大地跟无期一定做啊，花钱的，不管是花钱的、紧急的，反正就是有出我就一定做。然后如果除此之外呢，再做一些白嫖，比如说像那个那什么科技研究啊，或是基础研究啊，那真的没有什么好选的，就全部都是方块的，或者是一些很奇怪的，比如说就是免钱到一个不行的。像我现在就在做彩皮嘛，然后这种 data 啦，或是什么科技研究啊，军事委托那种，那个我都觉得很烂。那就如果这一次没有这个彩皮的话，我搞不好就会选择做方块。然后这移装也是要看啊，这种两小时的或许还可以做，一小时真的是拿来刷那个委托用的，就刷任务用。一小时基本上不会出什么好货。这两小时有机会还会出一些金的好用的东西，甚至彩的也会出。十方块加六万必出一只，没有啊？可是你说如果是。开发这个哦，整个花费是十方块加六万，可是，在图纸累积的过程中，已经超过那六个方块了，然后钱也超过六万了，就是整个让它成型，对吧、啊？它要满三十级才算真的一艘船啊，完整的船啊，那个已经超过十方块加六万了。外面，那这样子其实这一次二周年没有特别新的船、欸，之前就是有那个啊艾塞跟大风，这一次是刚好是活动。哦，图可以不要选方块的，对啦，选方块的就是怎么讲，要速成嘛。你花钱或者花方块的那个委托都是求速成，求那个图纸量。那、啊、你就是白嫖
选一些免钱的，那就是用时间跟他换。全部僕に任せてもらってもいい。哦，你说那个450抽的人，对啊。如果真的比非洲的话，真的科研船真的是你最好的那个选择。哎、欸，妈耶！啊，感谢。让我们看一下，过了一个礼拜，累积建造跑去哪里？累积建造，哇，已经来到12400了，突破天际了。等一下，我马上就看到一个人，270哎，上次看到220已经很夸张了。他要可威，等一下他还没有可威，扎拉十一，你就是说那个天选之人啊，扎拉十一。还歪了五只，所以你要，十七耶，两百七造了17，这样算多少？17除以200，哦，其实低于7%啦。嗯，真的是天选之人，亚呗，可威。这个人、没有剧名，真的好扯哦。现在整体金比率是高的，可是对象其实也还算正常。可威跟扎拉一来一往的，连大理石都出来了，其他150的200。140，70，20，这有人20哎、欸，这有人20哎、欸，20就各一只哦。看到凶手在哪里啊？那个270的，你的20就是平摊在他身上的话，你会好过一点。130。170的哦，上次不就看到他170了？34，哦，有啊，他有造满。220也是很多哎，哇，这次有两个人破200，他是要造砸啦，然后一个是要造可威，要么不是可威出太多，要么是砸拉出太多。每次建造都会有遇到这种情况，就是不会那么刚好，但这次缺一只，然后就怎么样死都找不到它。100，110，100，其实100的好像还蛮多的。140，140，哎，都有照到了，可威。140有12只金皮，其实还蛮高的。又200，哇塞，这次真的苦主很多哎、欸。他是要砸拉吧？对啊，一只砸拉。还有人没建完的、欸，这个50还没建完。50他要砸拉。40的145、143，哇，这个也太细腻了吧！143，应该是之后每日三兆吧。哎、欸，他有砸啦哦，对他应该要砸啦，一直砸啦，又200、250，哎、欸、天哪，这次真的好多破200嘞！谁说三只比较好造？三只破百的还破200的还真多哎，上次破200的也没多少啊，上次要建多少五六只的时候都没有多少破200。这个是要造什么、啊？可威两只，等一下，你是要造大明石吗？你要造利托里奥吗？利托里奥可以换不是吗？如果你250还能赌到利托里奥，全毕业也算厉害，0.5%，0.5%，对啊，0.5%奇迹怎么讲？期望值就是要200兆啊，
200兆才有可能会有一只。有人15就起了。210是要什么？诶，扎拉可威？不会吧，他要凯撒。诶，凯撒。诶，前面的，对啊，他都有，你看扎拉可威超多的，他就是一只凯撒没有，200兆为了一只凯撒，13只在这边，啊，还有利多里奥15只，哦，其他金的也有，欸，他其实这样超过20只，200兆有20只金的 10% 的金皮率，他这是金皮王，欸，可是紫皮就只出一只。哦，235也是235，该不会你要照利多里奥吧。等一下，为什么你们都没有仔细看啊，他可以换啊，就为了要造那个利多里奥，他可以换啊。不过200兆有一只，其实算是合乎期望值的，可以换一下，我那个都有打出来啊，那个图片，就是这个都有特别写出来啊，他建造跟兑换都有，就看仔细啊。不要瞎造，其实很多，很多人都忘记他是可以换的，常常遇到这个问题啊。在想还要继续捞吗？嗯，我还是回去 C3，我这个还没捞完呢，欸，青蛙鱼回 C3捞好了。C3，我看我差多少。C3还差3张，目标是多捞，至少多捞一台了。我怎么带的，啊？我是这样带的，啊。重巡要在上面，为什么我要这样带嘞？重巡，看有什么办法可以练人。弹幕驱逐一定要带，不一定要带重巡。对空，这样，这是打谁啊？哦，打，哎，对啊，这打光辉，打光辉。光辉是重甲。言葉では表せない。可威青蛙鱼台就够了，对啊。没有，我的那个青蛙鱼是用来挑数用的，我要多打一台是想拿来挑数用
まだ倒れないで。因为有时候不是说你全部都上金飞机就是好事情。你打到后期，你会发现，你每一波都有输出的话，而不是集中在同一个时间轴去做输出的话，你的输出的那个方式会非常的暴力。你往往一堆飞机飞出去，只炸同一波的人的话，那个效率会很差。所以经过调速说。谁先起飞，轰完之后，第二波人再跟着接上去轰，所以这样的输出效率会比较好，比你全部都丢一样的金飞机上面来说，这样会比较好。即使它面板数据会差那么一些，也总比你就是轰出去对海轰炸来的有意义多了。所以有时候不是面板上面它太弱的问题，而是说我有没有办法在。这次的起飞做到有效的攻击，当然前面你没有武器，不用考虑那么多了。就是说，哦，最强的武器给它装上去就对了，剩下的之后再说。当你有游刃有余之余，然后你可以想办法去做更有效的进攻。而且说实在的啦，你说它的面板比较低，它其实面板也没有低到哪里去，它只是说它的鱼雷一根鱼雷的伤害是一样的，它的鱼雷伤害是一样，只是说它少一根鱼雷。金梭鱼是带三个，一台带三个那个航空鱼雷，然后金花鱼是带两个航空鱼雷，所以它一架就少一个鱼雷而已。基本上它一根鱼雷打出来的伤害是一样的。那你也不能说期待说每一个，金梭鱼的所有鱼雷航空鱼雷都会炸到人，那个也不是那么好炸到的。当然，你青花鱼也是一样不容易炸到，只是说有炸到人，那个伤害是一样的。然后其实我可以在更早提前起飞，然后把那个攻击的时间差做出来的话，那我可以做有效的。轰炸。まだ倒れないで。没有啊，我没有放弃第三，我第三捞完我才去金花鱼的、啊。哎，杰克安啊，我是真的有那个啦，我没有在胡乱，我没有放弃啊，我是真的弄完一把，我才去安心的去捞金花鱼。然后这个我也在等他这一拜的上修，看这一拜上修到底如何，是不是就像刚刚看到的43×8，43×8或许改动就 没那么大了。不过我昨天测试的结果发现，他的那个弹速确实又比较快，然后子弹的间距也比较短一些，就是比欧跟炮的那个轨迹要来得好一点。子弹轨迹啊，就是比较快、比较密集、比较集中。空就是间隔没多少。那个欧根炮是因为它的间隔很大，所以很容易就会空。你移动的时候会造成它空洞。哎，青花。不过其实相较于第三青花鱼的压力是没那么大啦。对啊，对甲倍率。まだ倒れないで。他如果是他是42×8修到43×8。其实理论上没有增加太多了。他如果有修到45×8、46×8，我觉得那真的就很有感了。不过他也不是说拿来打道中的船啊，拿来打王，全程黏着王打的话，追着王打的话，其实他的有效输出还蛮可观的。
私も頑張らなきゃ。对啊，所以就是看维修后他怎么调整啊。他维修后如果有调整好一些的话，或许是可以捞的。而且这个新炮它就是杂拉炮啦，它就是只有杂拉使用会有比较好的输出，其他用其实差不了太多。因为杂拉它有那个半侧甲弹增伤的技能，所以他用效率会比较好。其他人没有这门炮的增伤，所以没有差。就是单纯只看那门炮的那个面板威力而已，其实还好。你还是可以用科研炮去 cover。C 3对啊，我觉得这个对新手玩家来说，这个 C 3的图又很棒，又有金梭鱼。金梭鱼其实在很多活动里面都没有出现过打捞，有在那个光荣一战可以捞了，不过那也很难捞。然后这一次又突然出现金梭鱼了，不然一般主线你都捞不到。梭鱼啦，青花鱼也是啊，然后这个普鲁马也是特化型的高速轰炸机啊，这个也是。这应该也不用特别捞啊，不知不觉你就会有一堆了。主要是这两台啊，这两台是比较少出现在地图打捞的。跟炮比较远，杂拉炮比较长，后者比较容易撞到敌人。不过感谢。我觉得他们的碰撞体积应该没有差太多吧。只是画面特效杂拉炮的子弹看起来紫色比较细长，就这样了。欧根炮射甲弹它原本画的比较圆椭圆一点，不过你把它放上去那个换的那个外装道具之后，其实他们理论上他们碰撞的体积是一样，应该不会存在说谁比较容易碰得到敌人这个概念吧。狙い定めた。哇，打一个这个好久啊。さてさて、私も頑張らなきゃ。学んだことを。对啊，而且这次第三是说实在真的不好捞。油花油是肯定的。我那天抽完之后，我拿了一堆信封嘛，然后也买了一些食物。其实我理论上我是有15000-16000油在开捞的。然后15000-16000油，礼拜五开始捞五六日，然后中间我还有买油。每日都买啊，买油还有买那个燃料包啦，燃料包也还有卖啊。这个我买了，我那时候又买了一次，礼拜天又买一次，真的捞到见底我又买一次，然后这个也是几乎每天都在买的。
スキルを与えません。回避力最近的地图 D3 都要求回避率，上次也是要求回避力啊，都破千。まだ倒れないで。以前是对空，我记得以前是对空要求，要求很高。みんな。这次为了配合新手，也是有这个意，对啦，有这个道理啦，因为也刚好二周年啊，二周年很多活动啊，这时候要吸引新手玩家进来，就不能弄太难。可是理论上这个时间轴的活动有 Selen 在，那应该就是会很强才对。应该是像俾斯麥跟那个高雄那一次的难度，黑高雄那个是真的难。可是也很奇怪啊，难又被人家骂太难，对吧？上次黑高雄跟俾斯麥真的难，那个应该不是你刚玩的人能够去过关的。也不是，不要说刚玩啦，你就算进来玩了两三个月，也不见得可以打穿 D3， 那真的很痛。然后呢，这一次难度又下修，这次的 D3 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啦，甚至我觉得这次的 D3 应该是要用 SP 来做才对。原本的就是以这次 D3 的难度，应该是 SP 的难度才是真正的 D3 难度。如果要照以前那个规格来算的话，普通に不。但我是不是可以练船了？指揮官、レディの行動。应该可以捞练船吧，因为 D3 没有很难。可是我船都丢出去了。我扎拉跟都在。来练船好了。驱逐。重巡驱逐。可是这边没有那个啊。咋啦。コーラはあんな感じであっても本当は傷つきやすいタイプ。ザラ炮、副炮、对空。生命，要回避跟命中，等级太低了。指揮官、何かご用ですか？用がないのでしたら。这个是不是可以换战斗轰炸机了？对啊，满破之后它就可以换成轰炸机。轰炸机，
觉得这样航速好慢哦，找一个比较快的攻击机。这个是青花鱼，青花鱼。哎，等一下，我还没换青花鱼，我青花鱼还没换呢、啊。指揮官、何かご用で。青花鱼。指揮官、何かご用ですか？用がないのでしたら、一緒にお茶会でもいかがですか？这个蓝料真的不错，哎，期待感觉这蓝料应该对他来说是专武了吧？除了青蛙鱼专武之外，这个蓝料也是他的专武，因为他如果要把所有的流星打在那个点上面的话，这个加航速的道具非常重要。其实之前我就有提过，你要使用流星的话，这个蓝料 是必备的，提高命中率，然后对于他定人。的话，这个100%地上蓝料啊。紫菜，其实你玩的久就会很多。那根本就不用飞啊，太慢了。普通にぶっ飛ぶ。泛用一定超缺的，因为太多东西需要泛用。狙い定めた。さてさて、私も頑張らなきゃ。さてさて、私も頑張らなきゃ。上次 SP 在移动四路战，对啊，上次 SP 要防御，有防御的概念在，没有，因为那个防御你也是想要多赚点数啊，所以你才会觉得哎需要防御、啊。这一次没有防御的概念。就不用走格子啊，所以就是只能拿八百点。没有啊，其实我觉得那个踩雷，你用到再来弄就好，要用到才来强化。那如果你没有用到，强乐放在那边，说实在有点浪费，因为强一个踩棒。你可以强化两个加10的金装，那个效益是这样的。那如果彩棒你用的实际应用的情况没有那么多，那其实可以不用去强化彩棒。彩棒真的强的时候是最大的那个 power spike 是在你有神通，你有凌波改
这两只成型的情况下，你再去强化那个彩棒才有效益啊。如果你在那之前没有这两只没有弄出来之前，没有弄好用好，所以你强化彩棒其实效益都不大。那理论上说实在啦，最多弄三根彩棒就很厉害，就很够用。我自己使用的情况，对啊，就是三根就很够用啦。不用太多。我之所以会用到这么多，是后来我又去打 ES， 打 ES 要挑战高分的时候，要有爆炸性的伤害，所以才去弄了一堆彩棒来用。那除此之外，其实那么多彩棒，我也不是每天都在用。潜艇，对啊，可是潜艇是另外一回事啊。潜艇，你有没有练潜水艇？你有练潜水艇？你有潜水艇的鱼雷吗？你连潜水艇鱼雷都还没有搞好的话，你也不用想说帮潜水艇练彩棒。就是那个先后顺序要排好来。先练了潜水艇，然后先刷了那个鱼雷出来，都弄好了，再来慢慢搞那个彩棒，我觉得会比较刚好。而且其实潜水艇你加六，先塞加六的给他就好了。你也不是天天都在召唤他的，你看现在可以用，可是我也没在召唤他，所以其实加六就先垫的给他用就好了。真的，因为遇到要高雷装的时候，大概就是打推图的时候吧，十二十三张会真的很缺那些伤害。就是真正该需要弄的是其他的装备，而不是说一定要先把彩棒弄好。连雷顶都没有，只好先氪金了。普通にぶっ飛ばしただけなのに、なんで褒めてくれたの？对啊，你可以先换，可是你未必要先抢。对，今天我也有看到一个有人在发问啊，就是说，装备大概要准备几个才够？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没有标准答案啊。有人说三个，有人说六个，有人就算到了九个，他也觉得不够用。可是应该是看你的使用的情况，其实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就我来说，以我来说，我早期我也是，我优先把那个常用的船，就是主要的舰队，你一定会开始先养一批舰队嘛，一批舰队那一批人的装备先弄好，战舰的，然后轻巡的什么的，优先弄战舰，前面推图都是战舰比较吃香，然后这些你会用到的当前主力先弄好之后呢？再去考虑哦，你会练第二批舰队，再去弄第二批舰队的装备武器，这样子大概就是两套装备了。这两套装备你可以轮流去做替换，然后等到不够的时候，你说要推高忍力度，你要上大量的船上去之后，你再去强化你缺的那些部件。不是说你一开始就先准备好说，哦，有人说大炮410要准备三根，就先抢好三根放在那边。可是你没用到那么多，你先抢好在那边就不知道要干嘛。就是你要先考虑说你的阵容哪的。其实最早好玩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去思索，你现在有哪些牌可以用，你手上有哪些船可以用，在这个有限的选择里面，先弄好他们的装备，然后再去考虑到下一个阶段，然后不够的话再补，就是补够再补。比方说先预设立场说，哦，我的财富的那个 C0 要准备三根，
我的梭鱼要准备六台这样。可是问题是你不会用到的时候，你就没有用了。私の守り、たやすく貫けるとは思わないことね。又有魔法小卡。まだ倒れないで。普通に。然后那个黑白蛋那时候也是差不多的问题吧。黑白蛋有人说换几个才够用，前面我觉得换两个白两白一黑就可以用了，因为你也不是说用到这么多船，两白一黑轮着用就好，因为有时候你不会全部都上黑白蛋，因为有时候开图推图的过程中你一定会要丢灭火器，灭火器其实在前面比黑白蛋还要重要。黑白蛋好用的地方是在周回的时候会有比较大的杀伤力，那开拓的时间基本上灭火器都是必备的。哎、欸，彼得安娜，十八根彩棒，可是问题是你根本就不会用到十八根啊。不可能每个人前面都装两根彩棒去推图啊！其实那个我觉得有些事情就听听就好了，真的你要实际一点啊！实际哦，有其实有用到再来准备再来强化。至于有人在那边说哦炫耀说啊、哦、我有十八根我有几根，那个其实都。那是他的使用情况，你的使用情况不一定要跟他一样，就是你要玩出你自己的风格。欸，阿芝莎安啊，他有十八根，他也不能帮你推图啊，对不对？所以你要安分守己的，在你自己有限的那个资源里面，然后手上有哪些船，优先强化什么装备，这样子按部就班的才会比较有效率。然后听人家说啊，你一定要先弄好彩棒啊，弄好有的没有，其实不太切实际啦。先弄彩棒，你也是要有凌波神通那些啊，对吧？你没有凌波神通那些，真的彩棒效益真的不大。不带灭火器的时候，就是黑白蛋。一般地图你还是会有一台会带 SG 啦，因为要回避埋伏的问题，所以至少会有一台会带 SG， 然后剩下的旁边要做输出的就会是黑白蛋啦。潜水艇塞满彩棒是比较单下的伤害会比较痛，可是全部的一套伤害不一定会比较痛。潜水艇比较好玩的地方是它有再装填的可能性，它进场射完，然后它还会再次装填，到它离场氧气量用完离场之前。它可以装填多少发，这个问题是比较有意义的。它能射出第三轮，跟你两轮全部塞满彩棒，第三轮的整体的伤害量当然会比较高，有效的射击啦。因为实际上一根彩棒能够增加的伤害，也不会到。差太多，不会差到顶多 10% 好不好？ 10% 给你一根彩棒，增加你 10% 的伤害。可是你多射一轮，多射一轮就是三分之一耶，多人家三分之一的那个命中伤害，就是33%。一根彩棒换一根氧气棒，你聪明的应该也会选多射一轮，有效命中可能会远那个价值会远大于塞两根彩棒。哦，打图哦，打图，对，打图是看那个战斗力跟你的等级，
这个我在那个潜水艇的影片好像有解析过吧，我有教怎么算那个战力，那个我没有精确的算出公式，不过我如果算出趋势，那个6000-7000的战力是最大的那个渐减伤害吧，剩下就是平均等级120，平均三只会平均算等级，然后每差一等级好像会多打，忘记多打几%伤害了。要回去翻一下那个潜水艇的那一篇影片。普通に。哦，所以你是说，如果你不想要，就是让他自己走的意思？18%，17%，这个是含有等级差距吧？那我那两只也才多少而已，我少一只啊。少一只7000的战斗力，然后平均等级105啊，所以已经远远大于他的那个增伤的那个境界了。11点是抢排名的石头，有吗？11点，史丹利，可是这个还没有进来啊。清波还有啊。哦，你说暂定第一名哦。哦，拿了好多。这个要怎么讲啊？不是，我就一直登录着，不就要去领哦？换日的时候要领出来才算，所以要赶快换日了，对。今天是礼拜二，对啊，清巡的。明天是战舰的，换日战舰。私の守り、たやすく貫けるとは思わないことね。まだ倒れないで。まだ倒れないで。右边的19超可爱，就是那个啊，那个老师画的啊。他那天在申放，那叫什么？普通に。二周年线下会的时候，现场画的。他破哪里去了？哦，这台。看一下，王子是有的啊。また試合まで。貫けるとは思わないことね。まだ倒れないで。まだ倒れないで。幕引きよ。我今天看到还有一个假新闻吧，对，应该可以说是假新闻。夫岛SSR 战舰，夫岛其实做的也还蛮像的、啊，可是这个也太屁了啦。重音的战舰怎么会有那个摇摇鲨鱼出现？还拿关刀，这差太多了。
虽然说概念是不错啦，又是个黑肉，可是夫岛级不是很，夫岛级不是最早的船吗？三笠那一代的啊。夫岛级，我记得三笠那个年代的不是吗？特型翔凤，对吧、啊？夫岛型啊，三笠那个年代的、啊。现在最新型的祥鹤型吧，出云算是大和方案件，大凤，哎，他没破了，哦，破了，破了。想知道可畏的装备，丘克早安啊！我等下打开来给你看。私の守り、たやすく貫けるとは思わないことね。まだ倒れないで。まだ倒れないで。幕引きよ。普通に。指揮官。レディの行動に余計な詮索は不要ですわ。点不进去。指揮官、何かご用ですか？可威的这个。一緒にお茶会。一定要放一个青花鱼嘛，它的弹幕是要青花鱼的。然后第三个是它的效率会比较低的那一个。然后它有定能的那一招缓速，基本上有定能缓速的那个技能，放流星的杀伤力会比较高，因为基本上很多鱼雷都会打在它身上。然后这个舰载机它比较特殊的是，它满破之后，这一个是可以更换整其他的，就是除了战斗机以外，轰炸机也可以装。它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地方。那到时候就看你需要怎么调速，你要想要比较快起飞，找一个快速起飞的战斗机，或是用 SP 度吸比较晚起飞去做伤害。就伤害面来说，轰炸机会大于这个那个。那叫什么战斗机？你们飞机都能电就强了，那太神了吧！青蛙鱼只要放一台就好了，就是放在第三格就好。没有，你如果捞的青蛙鱼不会浪费啊。青蛙鱼除了作为专武之外，它在航速上面也是很不错的表现啊。咋哇鲁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定能的。哎，不要打死他，拜托不要打死他。哎，死了！到底谁打他？被燃烧燃点燃点死了。我想说看一下他定能的那个感觉。他真的超快、欸。它就跟天剑一样，你知道吗？就是科研船那个天剑。比如说，一般Unicorn你都会装那个
那个梭鱼嘛，因为梭鱼航速很快啊。可是呢，梭鱼比梭鱼更短的就是青蛙鱼了，8.1，它还要再更短。然后你会常常遇到，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会遇到，就是 Unicorn 都最常用，所以它很容易就120还买300万经验。然后有时候你要练船的时候，比如说在常常在12章要练船的时候，那有些那个要练船，就顾名思义，你的船的等级都没有很高啊，你要又逼着你要带 Unicorn 去补前排的话，不然前排很容易就嗝屁了。那有时候 Unicorn 你不想让他抢伤害的话，你带一台青那个青花鱼，青花鱼就少一个航弹嘛，整体的 DPS 就会少那个梭鱼有一段，所以可能就不太会抢到伤害。那其他都差不多啊，因为威力就是鱼雷的威力是一样的，然后呢那个对空的能力也是一样，然后血量是梭鱼比较高，它这个整飞机的血量比较低，所以有时候有尼控最快的就是你带这个天剑，这天剑也够快的，没有航弹的问题，然后就是直接就是对空，然后高起速，就纯粹补血，然后又可以减少它的输出，有限输出的。50分了，应该还可以再一场吧。窝窝屎存放大盒。必然环境自然会太 OP。さてさて、私も頑張らなきゃ。对啊，其实对，因为大河真的是，我觉得会太强，你知道吗？他的犹豫是对的。大河太强的话，你如果出了这个大河这么强，在一般地图内是碾压的情况，后面的新出的船就会受到压缩啊。所以我觉得在地图难度增加以前，官方应该不太会去动大河的歪脑筋。所以必须要等到活动难度的地图难度到一个很高的境界，然后那时候他再放大河出来，这时候你就觉得哎，大河其实还是相对是强势的，只是刚好放在这么高难度的情况下，他就显得没有那么 OP。 不过现在你把大河放上，就等于说像放一个那个军那个大地一样的概念。那大河势必会比大地还要再强啊，如果你现在大地已经这么强到爆表的情况下，还要放大河出来的话，普通にぶっ飛ばした。窝窝死以外的踢死，这个不管是哪一个游戏啦，我觉得在游戏平衡的角度上面，这个其实真的是要从长计议的，不是他不愿意出，而是你要出的合情合理。你出太弱会被粉丝骂，你出太强其实又破坏游戏平衡，那基本上这游戏都给那艘船打就好了，会有这样的迷思，你知道吗？就是为了游戏的寿命，他必须要在平衡上面多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在地图难度没有强到这么夸张的时候，还没有再往更高的档次迈进的时候，其实大河的时装我是觉得不会那么轻易的放出来。普通にぶ大概要跟大地等级相等。
けるとは思わないこと。魔動同士拿到了吗？我还没全破，全部满破。私の守り、たやすく貫けるとは思わないことね。因为我都放在家里啊，所以那个等级一时之间也没有还没有拉起来。我是属于放置型的人啊，然后就是放到一定的等级，然后七十级了，大概七八十级我才会拿出来练吧。我很少说一等就把它拉出来练了。先监禁再后斩，对啊，而且大和是一个人气啊，人气角色啊，对啊，他也是一个杀手锏啊。那假设太早放出来的话，第一个他强度可能会被，假设啊，他二周年如果放出大和，好，那有这个强度。很强很强，可是一年之后呢，三周年如果要放新传出来，那是不是势必要跟大和，至少要跟大和等级的新传？因为其实游戏一直存在着那个强度啊，新传的强度往往都会要比旧传要来的好，就是不管是传啦，其他游戏也是一样，新卡片出来的能力应该都会比旧卡来得好，才会有强度档才会抽。那如果只是说哦为了例会的话，其实就还好。放大会被 gank 哦，因为那个速度太慢了。海上旅馆。56分。指揮官？嗯，哦，20回战斗。我看我还缺什么？对啊，我这边还有50、60的，都放在家里。不是放在家里就丢出去委托啦。所以还有人没有进来的，哦，这个还没进来。这样子才是全部都进来，然后这个再改一下好了。然后会用到的，哦，差点就爆雷了。哎，等一下，我的大奖章还没换。大讲堂，凤飞丝，58分。要怎么抢啊？我其实没有抢那个抢过登录的问题。登录不就是要
一直放在画面上，它不会出现登录啊，所以要放在这个画面上面吗？它时间到了就会跳出来吗？滑鼠连点，就是点它，按左上。都要切画面啊！哦，这样子啊、哦，这样子算切画面吗？不知道，其实只要放在这边不就好了吗？哦，因为放这边可以连点。那有意义吗？那很蠢呢、欸。秘书键也有，你都这样啊？真的可以抢得到、哦？哎、欸，有了，有了，有了。哎、欸，没有声音啊！他这礼拜维修才会有声音。Stanley 啊，二周年。可是这个排位要到30分钟之后才会看得到吧？这是什么图鉴排位？对啊，要等到30分钟后才会看得到。这样也好玩，鸡娘的感觉。啊，我应该把那个潜艇放满了，这样炸比较多伤害。这我没有要召唤他。さてさて、私も頑張らなきゃ。狙い定めた。私も頑張らなきゃ。さてさて、私も頑張らなきゃ。終焉を。さてさて、私も頑張らなきゃ。二周年的信件。学んだこと。一周年的我也有保留啊。他是不是撞不到飞机啊？他好像不会去撞飞机耶。对啊，潜水艇也打不到飞机，这个设定是合情合理啦。たやすく貫けるとは思わない。对啊，绿海就不会动了。哇，停了，自爆船停了。普通にぶ。三天后是抢那个什么清波，まだ倒れないで、まだ倒れないで、幕引きよ。可是量产船都不会动啊，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暂停到。まだ倒れないで。
まだ倒れないで。普通にぶっ收集力满的，只能做这种无聊的事，而且每次出新团都要做这种事情。欸，我要看什么去了？现在因为我才练到9级，9级是1.3秒，而且还有几率发动，那也不是每次都发动，高几率发动。这个你说他 OP 不会动是不会动，不过他是几率发动，最高是 80% 了。可是他有时候还是会不发动啊。出了5只，やべえ。你有看那个吗？频道键吗？像是这种单调的，我都会用频道键的。尤其你去观察那频道，它真的会有一段连续出现的时间点，连续出个4-5台不是问题。如果你有跟到那一波的话。我长期观察下来，真的会有特殊的那个波动，就突然出大量出现可畏，大量出现杂拉这样。啊，你其他你也没有可以相信的点啊，就干脆跟相信那个频道吧。反正既然都要比运气，那抓一个可能可以相信的一个资讯。对啊 ，SR 就没办法了 ，SR 的运气。不过看起来他们比较多都是卡那个 SSR， 然后刚好在转换波动的那个人。哎，时代要碎了。私は守り、たやすく貫けるとは思わないことね。现在已经来到12900了，快13000嘞！这一波真的造很多哎，13000，175兆，对啊，平均都超过70-80以上了。まだ倒れないで。像有165，算13000好了。然后有整个格子是从低时的161，对吧？平均80兆。对吧？平均80兆就跟我当初预期差不多啊，就。中间的就是70-80兆，可畏出了好几次就是没有砸啦，就是你偏可畏，然后有人就偏砸啦，要砸啦，要可畏没有砸啦一大堆。指揮官Ready。到底有没有捞好一只啊？啊，才8张，但我们要等到11:30才知道有没有东西，有没有上榜。哦，一发金，再追一个，啊没了，马上蓝。好久没有一发金了。奇异奇奇奇奇奇，
现在我看一下，嗯，尤其是换日这个时间点，扎啦，像还蛮乱的，可是看起来好像是可威比较多吧，没有，现在是乱的，从这边开始有扎拉了。杂拉，因为这四六是小型的，应该不算，所以是杂拉、杂拉、胡德、杂拉。这一段时间，指揮官、まとめた任務リストの確認を忘れないでくださいませ。同时间建造能拿的量也许是固定的。同时间建造云。啊，什么意思？你是说有时间池子的概念吗？就是这一个小时最多就是出十只，先拿完十只的话，再怎么造都不会出的概念吗？ウォースパイト様、私の心配をしなくても大丈夫です。说实在啦，这种几率还是人去设计的几率。一定存在的人为的因素啊，不是真的绝对的自然几率啊，所以就是看他设计的那个逻辑在哪里啊，是时间的概念呢，还是奖池的概念？就是丢100只丢下去，一个小时丢100只，100只抽完，这一个小时都抽就是不会再抽到，那等下一个小时更新完，才会再开放你有抽到。其中这100只的可能性，然后或者就是时间点，就是每个角色都有他的时间点哦，比如说10分，每个小时的10分，每个小时的5分、6分、41分会出这个角色，那个时间点出货的概念。你就觉得不会，一切都是我们想太多了。还是靠运气啦，没有啦，只是觉得说哦，没有东西可以让你去参考的 啊，这些算是莫须有的东西，就是你唯一可以去参考的价值。三兆又可畏。三兆出可畏，乍看之下非常的哦，可是你又重复，对其他来说三兆出可畏超级赚，可是对有的人对你来说就是非常的亏。建造就是有方块跟没方块。看情报照，对啊，就是看那个频道嘛。那个频道就是讲的是这个时间区间会大量出现某一个角色的概念啊。然后这些角色呢，就是流行一段区间，然后这个区间其实很短，可能大概10几20秒这个区间，然后再跳下一个区间。这样子短比较短的时间区间来造成可能有随机角色的概念的。哎，九狗要睡了，晚安。他们那个有营运有标榜要那个叫做锦屏法吧，我记得好像是叫锦屏法。哎，他打飞机的。他是撞飞机吗？可是他没有丢鱼雷啊，他只是飞过去而已。抽奖这个问题也是因为那时候猴娘的岩上吧，然后开始那些就是有明文规定你要有几率，然后你的价值不得超过商品价值的，就是你的几率啦。假设你设7%，
这好，pick up 两趴，两趴的角色，然后你抽的那个钱，你花费的钱好像不得超过游戏的一个上限。我也忘记那个标价是多少，之前看过那个文章是这样写，它有一个集聚在。就好像是在玩那个搓搓乐一样的概念，你去夜市不是有那个搓搓乐吗？比如说10元可以搓一次，那它有100个格子，那是不是1000元？如果你花10元抽100次，是不是每个格子你都会搓到？那这样子的话，你是花1000元就有保底的概念在，所以它里面提供的奖品，就是你不得低于那种花费的那个价值，就是你那个最大奖你不可以低于那1000块，好像是有这样子的规定吧。我之前看那个有人在介绍这个事情，表面上他没有说你抽100次就一定会给你，那就是说他中大奖的几率是1%嘛，所以那100格里面有一格是大奖，所以他的中奖率是1%嘛，1%，所以你的商品价值就要是那1%的，要除以1%就对了。假设你花费10块，那你要除以1%，就是你最大奖的商品价值不可以低于那个商品价值。那假设就是抽，假设抽像这边 pick up 是2%的那个角色嘛，所以我看这样算一下，2%的角色，然后抽一次要2个方块，跟这个1500嘛，所以它的价值在哪里？2个方块。除以0.02，100个方块，这就是多少？50个，100个方块，大家75万，对啊，100个方块加75万乘以50。75000的话，75000，所以是买了5次，2500赚，再加上50个，再加1500，4000赚。所以一个角色大概价值4000赚。所以这个角色一个 SSR 角色价值4000钻，两个就是价值8000钻，然后再算这个 SR 2.5% 嘛，2.5% 其实就稍微再减少一点点，好，算它6000钻好了，所以这样是多少？14000，1000，14000钻，14000钻大概就是两单的价格了。就是说两单之内你还没有抽起这个人物的话，你或许可以拿这个去告这个官方，他可能有违那个景品法。私の守り、たや
而且这个抽其实真的还是有运气啊，你说两单抽不齐的还是有人，还是有人两单抽不齐，真的。可是如果只是少数，甚至只有几个人，那真的是只是个案而已，那个案就打在打官司上面可能就行不通。那上次之前那个红娘事件之所以会这么严上，也是因为很多大部分的人花了一大堆钱，然后真的抽不到，那已经超过锦品法所保障的范围，所以才会严上。而且宿主法律还真的有那个打成。法院认证非洲人，对啦，这么说也是法院认证的非洲人。三十六弹抽不到一只角色，哇，真的超亏。可是这个毕竟是个案啊，你要真的绝大多数，不要说大多数啦，你大概有5%的人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发生的话，那真的就要是被检讨了。这个游戏抽奖机到底是不是 OK 的？因为飞一定有人飞，有人 O 就一定有人飞。那 O 的人 O， 飞的人飞，那如果两边平均起来是差不多的，那其实这游戏的机制是 OK 的。你把大数据分析一下，因为 O 的人他绝对不会跑出来说哦，他欧到哪里去，那官方也不会追究他太欧造成官方的损失，官方不能去追究玩家这件事情啊。官方说啊，你20抽你怎么可以20抽就毕业，不行，我要 reset， 你重新再抽过，不可能，我设计的几率不可能让你20抽就毕业的，官方不可能做这种事情啊。即便是他是亏的，他表定那你算啊，大概平均80抽才会毕业的，你20抽就毕业，官方也不能帮你打回去说哦，不行，你给我 reset， 不可能20周让你毕业。可是飞的时候呢，飞的时候哦，你飞加两倍好了，160周，玩家可能就开始会有一些抱怨出来，160周都还抽不到，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样，然后这时候你就会去比较，有20周毕业跟160周毕业的，那两个人平均起来是一样的。就是平均起来一个人是90抽，所以这样子消长之下，就是官方的数据是没有作假的。也就是说，当大多数的人都超过160的话，这就很有问题了，这机制就是有问题的。まだ倒れないで。まだ倒れないで。在提告之前，官方就把抽的金额退回了，继续抽。我又忘记把潜水艇装上去了。运气，对啊，只是说如果你真的飞到一个极限，是可以去检讨官方的。就上次那个400多抽，我是觉得真的是飞的一塌糊涂，这个东西收集起来真的可以去 argue 看看。然后400官方应该也没有看过，搞不好你PO出来真的有很多400多抽的啊，那么多人在玩这游戏，看看这个个案是不是真的是属于个案，就是说真的有一定比例的人都照到400多兆的。まだ倒れないで。まだ倒れないで。欸，
Hugo 要睡了，晚安。普通に参谋猫是不是不用太认真？猫咪现在，对啊，猫咪其实现在也还不是主要的东西啦，只是有总比没有好，就加减加减带而已。大陆很多官方都超黑，各种头条。私の守り。对啊，所以这种东西你除非你有大数据去分析啦，不然你也没有证据讲他偷条啊。普通にぶっと有心的话，每天调监视调机资料库来看。没有，我觉得这种东西是被动的啦。飞只要玩家没有飞到飞到要提告的话，其实他也不用刻意去捞捞这个资料来看。那他也不会，如果 他真的有心的话，他也会去找那些欧洲人啊。怎么会有有某些账号特别欧洲？不行不行，下个月我把他全部砍掉。把这欧洲账号全部砍到打到非洲去，这样他也不知道会做这件事情。假设他有这么有心要砍的话，这也不是不无可能啊。越多人欧洲，那代表他在抽奖的那个收入会越少啊。他就宁愿把欧洲的非洲人就算了，反正他们没有吵没有闹，就让他们继续氪。那欧洲人这个一定要先砍的。不砍他的收益会下去下降。普通にぶっ飛ばしただけなのに。对某些课长偷条机，尤其对吧、啊？所以这也不是不可能哦。我觉得是，反正都是人嘛。有钱能使鬼推磨。真的有赚钱的时候，什么事都有可能。现在出完了没？还没有吧？还没有啊，还要半小时。现在才26。现在建造好了。扎拉，名词。那连续出问，可畏可畏，扎拉可畏，扎拉。Formidable。现在可能是可畏时间。可是我也没有要造啊，再一个清巡，先放一个大凤。现在又一个怨念了，大凤的赛车服，之前是高雄爱当的赛车服，现在又多了大凤，然后祥瑞的赛车服，这个都是看得到吃不到哎、欸，哎、欸，这个是33 23。グーデンターク指揮官原来是23呐、啊。税23と申します。方块498，因为有在用就会减少啊，不可能无中生有吧？台版不是要找23来当封面吗？就陆版是小佳佳嘛，日版是标枪嘛，台版好像那个韩国是名词，韩国那推的好像是名词。台版好像是找是那个23吧，美国那边是找谁啊？美国是找企业吗？其实我对美国的公关好像，哎、欸，美国好像企业 ，Twitter 好像用企业的。是已经找了，对吧、啊？我是说就每个伺服器都有一个公关在啊。
できるものを付き合って、たやすく貫けるとは思わないことね。记录氪金量，记录到你氪到最高金额才会出现到要的角色，要过那个门槛，对不对？好雷啊！まだ倒れないで。まだ倒れないで。还好我现在都有在做那个建造记录，所以现在看那个建造记录是 OK 的，官方是没有偷调啦。对啊，其实都在那个合格范围里面，13000兆了，13000兆这个数据已经算很大了，不是说个人的几百兆，是13000兆，这个数据是可信的。实抽抽出四 SSR 直接洗掉重抽的。既然知道你一定会氪，那当然让你越氪越多最好，对啊，理论上正常啦，无良商人都会这样做啦。私を守り、たやすく貫けるとは思わないことね。ははまだ倒れないで。まだ倒れないで。普通に。原则上，对啊，这游戏其实还是以卖周边为主啊，卖衣服、卖 skin 啊，卖戒指啊，扩包包、周边啊。游戏本体的赚钱的。应该还好，周边产值真的比较大，那个 C96、C97 的，而且官方卖的那个周边单品也是蛮贵的。まだ倒れないで、まだ倒れないで。有四个比你还快。幕引きよ。中奖！嘣嘣嘣嘣嘣嘣。私の守り。たやすく貫けるとは思わない。看起来练满2.5秒定在那边，真的是可以吃全部的那个流星了。まだ倒れないで。幕引きよ。哦，青花鱼两架，那是不是刚好一台？应该刚好一台的吧？我希望这个可以做一个
直接找那个样式，找主炮，找飞机，不然这个一直拉一直拉，还真的蛮麻烦的。刚好一台，先放着好了，看到最后捞几台出来，现在有一台了。好，已经可以看，我看一下，这个是图鉴顺位，看还是很多人很快啊，超快的，没用啊，我刚刚根本就没有多快啊。欸，这怎么是还没有换？为什么我还没换？我要重登是不是啊？因为已经办了、啊。アズールレーン。指揮官、今日は時間を守っていますわね。樱花雨有附属台没有意义吧？没有，你们没有意义啊！对我来说，我自己用我有意义。我要用在调速上面啊，你们不会用到的。欸，我第一名欸，哦，原来刚刚真的有用欸，噼啪一直狂按右上角。看来我们这边没有什么人在按欸。因为刚没有，我刚刚重登才看到的，原来我手速这么快，不愧是有练过的。要上课了，其实我也差不多啊，因为我是为了要看那个图那个顺排名才留那么晚，不然其实我也早该下线了。好啦，今天就先这样啦，明天礼拜三，明天也不知道会下雨。好像不会下雨，明天就再看吧。我应该会早一点开台，因为其实明天好像没什么事情可以做。好啦，先这样啦，我要吃咪。